70岁的阿公人生第一次看到下雪，然后七十岁第一次坐商务舱，跟第一次遇到下雪。七十岁的冷门。人生初めてビジネス席の飛行機票を切った私のためではなく職人大人のために、職人大人は日本旅行を長い間行きたかった。第一次搭商务舱感觉怎么样？不错。对啊，现在是看出去的画面啊，这是尾翼的镜头，如何赞？不找到了吗？16:36的那个速度是最快的。就现在那个联络网。它 WiFi 密码。这边。走那边。耶！有开心吗？你们？在哪公园？哪公园？开心。开心。开心，表姐有那个刚考试考完那个高大学的，昨天才考完哦。对，昨天才刚考的怎么样？OK， 好，No comment，No comment。谢谢，名古屋我来了。天气很好，有点机场捷运的概念啊。我要到金山，金山站。对，16:36那个。今天几点？22:00。哦，那可以。Small one， 小的。OK， 好。有两张，一个小的，一个大的。すみません。This one. Number one.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号。我们是四号车。4号车。三 D。对，我们去4号车，走。已经可以上车了。可以上车，四号。是一号车，这是一号车。哎，等一下，不用那么急，这是36分出发，等一下，不用，来得及，慢慢来。宝宝，没关系。不怕，我们来得及。好冷啊！火车哈，嗯，我以为是捷运呢。没有啊，你们坐那边。因为刚才买票的时候分了两次买，所以位置安排到这边。名古屋名古屋机场连到 City 的是算是火车。看到后面。哈哈哈哈哈哈！你怎么可以用的？哈基努尼，哈基真呢？次は伊佐屋大通り。来日本第一次买的饮料。好不好喝？还蛮好喝的，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です。日本茶好喝。我们要先去饭店。这什么地方？哦，名古屋铁塔。名古屋铁塔。一二。名古屋铁塔。哇，名古屋铁塔。哈哈哈哈哈哈！能飞起耶！와원피스我们是109这边109。哇，好小，等一下。哎，不对啊，有两个房间呢。我订的是3个床的，对，他一定是没有3个，所以才给我们这样。我来想说，哇，3个人好小，然后我以为这边仅止了，哎，不对，这边。这是一个房间，啊、所以他们给我们2个房间呢。对啊，这里那这没有门啊。对，这边没有门。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房型不一样。哦，那不错啊。那这样子，爸爸可以使用那个房间，我跟宝贝使用这边的房间，就是有点够不够？2个房间。然后我跟阿佩一人一间，那这样很够哎、欸，这样很划算呢、欸。2间2套，对啊，这样很划算、欸。所以你们的房间也是跟这边一样的吧？对啊。这里看起来是精致，但是不是。这边是2个房间，然后这边打洞变成一个大的房间，2个大的双人墙，还有我看一下厕所，这边也是
小小的日本住宿的饭店都是这样小小的。我觉得日本一个厉害的是小小空间什么都塞进去，这样就住得下了啊，这样就不错了。因为这是分两个房间，宝宝可以用这一个房间，哎，然后我跟宝贝用这个房间，这边也没有门啊，没有门啊，对啊，空的啊，对啊，所以他们应该是后来打掉的吧，需要可能多几个大的房间，所以这个房子这个墙壁打掉的。他们也提供这个衣服，绿色的饭店的衣服，还有我看一下外面的窗户，外面的 view 大概这样，还蛮不错看啊。现在是我看一下晚上6:30，我们东西先放着，直接出门吃一个晚餐。我看这边附近有蛮多店面，所以随便走一走看有什么东西。第一餐我们来这边饭店附近的一个招亭式的，面跟因为这上面还有中文，哎，不错了，好，看看走到哪里。好了，走上来攻，上来攻。哎呀，我要帮你的。阿婆，他要帮你的。君子不要，君子不要秀。好，阿婆帮忙。日本第一天觉得怎么样？今天有第一天玩的还蛮开心吗？还不错啦，第一次来日本啊。我年轻的时候在公司都没有跟团来日本啊，现在老了才来日本玩啊。听说明天会下雪，很期待。对，可以亲眼看到了。爸爸没看过吗？还没看过下雪的。正在下雪没有？下过以后的雪是看过了。哦，那真的希望明天下大雪。期待了。对，今天有累吗？还好吧。吃东西啊。我说今天有没有很累？没有，不很累。今天到现在走10,000多步，平时都走10,000多。好吧，那就早点休息。好，谢谢你啊。不会，明天。谢谢你。不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下雪，哇，大下雪，超 lucky 的。我赶快跟阿佩讲，阿公，走，不用整理啦，我们去看雪就好了。好了吗？我们要去看雪啦。就没想到呢，我们今天在那沟亚名古屋的第二天，我们竟然还是遇到了下雪，太开心了！今天没有白来的感觉。不要跑，好累，好累嘛！哇哈哈！你好，你带的不是很好哎，怎么了？下雪，但天气很好哎。对啊。可能等一下就会听了，还好你有早一点起来。阿公活到70岁，你这个 YouTuber 的影片就是70岁的阿公人生第一次看到下雪，然后70岁第一次坐商务舱，跟第一次遇到下雪。70岁的浪漫。棒。那现在就是8:00多上班时间。大家都在。日本的三环珠。都去上班，只有我们这么开心的，外面很爽。阿公，你之前是只有看过什么雪？前两天下了雪，去拉拉山把雪拿回来给你们看，你们都不看了、拿一大包回来，他们都不看了。那个是拿来吃刨冰的吧？看过雪，看都没看，我丢掉。
头上。芋头跟卡拉米。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は。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